又到了咱们的游戏时光解说，我们今天有《世界》，这是第四季。然后呢，我们上一期是把那个海鹅号给做出来，然后发现了很多的这个解锁这个蓝图啊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，咱们可以大家可以去这个上一期回顾一下。然后这一期我们打算主要目标是去那个绿岛探索，然后其次呢是先做一个那个电池的充电器。因为咱们之前解锁那个蓝图，然后咱们电池废的也很快。自从用了这个水加推进器，我这个电池啊，电量一直在往下减，就是那个电池的电量啊，要不然总是做太浪费的资源了。虽然那个做一个电池没有多少资源，但是很麻烦，主要就是浪费铜矿什么的。然后这个电池端器就是在这里面做，在你的建造器里做。我看一下啊，这个载具升级控制台，这是之后有月亮池的那个东西。电池这儿呢，电池充电器，把它放在这儿，放在哪儿呢？放这儿吧。电脑芯片、铜线、玻璃、钛矿石。哦，还有就是说我那之前那个重力球不是丢了吗？之后又做了一个，放在这儿了。结果我发现这个重力球啊，它不光吸鱼啊，你看下面啊，让它吸的啊，连这个石头都给我吸出来了啊，我还可以给它分解掉。然后连这个石英都给吸出来了，很强势，吸地的东西。哇，我现在的这个吃的都拿不过来，就是没有泡泡鱼啊。靠，他吸这个鱼有什么用啊？这个鱼又那个拿不起来。我扫一下，兔子鱼它叫，原来它叫兔子鱼啊。哎，你别跑啊！我靠，为什么我一扫它就挣脱了重力球啊？哎，我靠，啊，成功了。哇，这该扫都扫一下吧。我感觉我氧气一直都不够用，得赶紧那个去找高级工作台的那个碎片了，然后升级咱们的氧气瓶，做那个大氧气瓶，挖一波矿了。哎，这个刷新的好慢啊，怎么没了呢？刷新的好慢啊！我需要的铜矿是很多的，哪里矿石多呀？然后我刚才去查了一下铜矿石多的地方，他们说在三个珊瑚洞里，也就是说这里这个那个地图里面除了这一个大的，还其他还有两个大的。哇，那这就是三个那个重要的那个铜矿，就是那个矿石的分布的呗。然后我们现在只找到了一个，好像是其他两个在哪儿啊？我得找一下了。哎，我找到了，原来就一直就在咱们家的下方，这个就是一个大珊瑚洞。我的天哪，我也是太瞎了吧。哎，这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咱们家的下方啊？哇，厉害了我的哥。我看一下，哎，有自爆鱼。哦，原来这个东西一直都是一个大珊瑚洞，我一直不知道。我的天哪，啊，我也是瞎。哇，难受的呀！咱们家下面有个大珊瑚洞，我以为第二个又要标记一下，结果现在咱们家的下方，正下方，而且还是，咱们再做一个，再做一个大的储物箱，专门用来放矿石的吧。好，大储物柜做完了，放矿石。把这里面的矿石都拿出来。好的，黄金走一走，黄金在那个红枣区，红枣区多，红枣区也有好多地方呢。咱们暂时先去这个红枣区，就是那个砂岩那个地方。哎，我看到了潜行者，看咬我啊，咬不动我，气不气？哼，我感觉他们大多数都咬不动我了，自从我有了海鹅号，他们一天天气成瓜皮。哎 ，nice， 黄金。难得来一次，多找一点。这个东西除了是黄金就是银矿石，太开心了。好的，咱们这次出来挖了一堆黄金、银矿石，还有那个铜矿石，也是可以的。好，一堆黄金，啊，四个黄金，四个银矿。两个铜矿石，一个铅块，还有一堆钛矿石。
可以的，先做个浮标吧，浮标挺有用的，之后去绿岛把那个绿岛标记一下，省得每次去都要找。好的，这个电池充电器做好了，然后可以把这个那个 零电量的电池把放在这里面充电。我记得我之前拿了一堆的电池啊，零电量，零电量啊，对，然后把它换成，把这个充电器换成100的，然后把那个40的拿去充电，这充电还挺快的呢，你看，你看现在2%了，从2%现在这么快都2%了，3%了，你就是你也就是你出去溜一圈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你采个矿石它就充一半了就，然后如果要是有什么大工作啥的回来就直接充满了，这很方便，而且它是无限能源的，手电筒也没有什么必要带了。等等放上去，然后再做个信号浮标。好，有2个信号浮标了，都可以出发了。我感觉这凯文号现在电量有点不足啊，但是电量53%。哎呀，再做个动力电池的吧。真的很难受，铜矿又不够了。我的天哪，它到底是要多少？怎么全是钛呀？我不想要钛呀，钛这么钛一大堆一大堆的。铜矿还是多来点还是可以的。电池，2个电池，硅。动力电池 OK， 然后放一波矿石，带一瓶水喝一下，这应该差不多了，因为绿岛上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食物不用愁的，现在最主要是找到绿岛。绿岛是在这个极光号啊，这是极光号的车那个船尾啊，船尾的那个右后方，大概有1000，大概离咱们一开始的逃生舱有1000到2000米，就差不多就能看见了。我看一下啊，咱们在这个极光号的后方了，然后往这边走。往它的右后方走，大概1500米左右。哎，我前面就看见了。哎，不是，这不是绿岛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啊。哎，我以前没见过这玩意儿。你别告诉我，这是暗礁鱼。好吧，这是暗礁鱼。哇，它冒充绿岛，它骗我，它太狗了，这个东西。这怎么这么多呀？好大一只啊！我的天哪，全都这么大。而且它还不能一直浮在海平面上，你得一会儿飞起来，然后下来，飞起来下来才能看到海平面以上的东西。我之前去找绿岛，我还碰着利维坦呢，它咬了我船一口，给我船咬掉一半去。它怎么变红了这颜色？前面发现绿岛了。不是变红有点瘆人啊，别闹。不是下面有什么，咱们可以试试往下看一下呀、啊、做个死，反正一会儿还能浮上来。往下看一下，我还是没有下潜过的，现在有100米了。哎，这里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这居然有一个碎片！哎，超过180米了，碰撞会加大损坏。这能发电机碎片？哇，我竟然这什么玩意儿？魔术！
厉害了，我还以为这魔兽里面有鱼呢。能砍吗？哎，真能砍，魔术种子。哇，好大一个，有个卵用，丢了，到时候再说。180米了，到200米之后，咱们船就会持续损坏，不能太深了。所以说，你得先找到月亮池，有那个模块才行。而月亮池居然在那个绿岛下面300米左右，才能发现月亮石碎片。我的天，那我该怎么找啊？那我月亮石就是用来升级这个海妖号的呀。那我现在不让我升级，就让我下潜那么深。那我找个锤子。哎，你看上面有个小岛，看到没有？不，那不是，呸，我不是说小岛，那个小村庄。这上面有两个小村庄，山顶一个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边山顶还有一个，有两个地方。等一下，我标记一下。这个绿岛，这是岸，把这个海妖号停在这儿。我到岸上来了，我到陆地上来了，哇，太开心了！来来来，那个向后浮标，我准备了两个。绿岛，好，哇，在一个玩水的游戏里，你到了陆地上是什么感觉？就是这个岛上还有小怪的，就是那个叫什么裂头蟹啊，反正就是小螃蟹，那咬你一下还挺疼的，但不怎么疼，但是很烦，你知道，一大群一大群的。这个岛上有这个食物，咱们可以采回来，这面包树啊，多采一点。面包树它的种子直接可以吃，你可以之后拿回去种。采一两个种子，采两个种子就行了。只要除了面包树，先扫一下，管它能不能行，先扫一下。橙色花瓣是干嘛的？这些都没用啊，这些植物都没什么用。我也反正我暂时知道五，是感觉没什么用。但是扫一下挺好玩的，扫一下200码。紫灵是什么呀？哎，本地植物，右键丢弃，并没有什么用。然后这上面除了这个面包树啊，还有一个是这个挂树果。结很多果子，然后让你吃，特别棒。哎呀，我早知道带手电筒了，这很尴尬了。我是不是得拿这个东西啊？哎，这也可以，这也可以拿。哇，这是那个，哎，这什么地方？哇，我好像发现了这个绝密的一个地方，居然是人造的一个，像是人造的东西。这下面能有那什么宝物吗？我想要宝物。下面我居然发现一个秘密基地。外来的结构。是吧？我看一下，查看一下。什么是外来的结构？科技啊，这种结构的目的尚不清楚，可能的理论基础，礼仪和宗教的作用，工业领域的应用，先进的交通运输网络，厉害了。虽然不知道有啥用吧，不过感觉好高端的样子。但是我能不能找到什么什么宝箱啥的呀？给我点好东西也行啊。我感觉啥都没有，哇，穷的要死这个地方。走吧，上去吧，没啥，这下面没啥东西，它都快烂掉了。它不管多烂，你都可以给它种下来的，没关系。
哎，你看那个星球多红啊！哇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啊，它移动好快，这星球。是什么？加固潜水服碎片，可以扫一下。这个都是吗？扫描式碎片。这还有探照灯的蓝图，这个该扫都得扫一下，因为都很有用。什么隔离舱门都得扫。补给箱，纯净水，垃圾，关什么？哎，长上电脑。哎，可以，找到了，是那种植箱的这个各种解锁绝术，是那种植箱啥的，然后这个绝术，扫它没用啊。扫描式碎片，观景台，哈，这个东西就本身就可以扫。我感觉要没电了呢，橙色蘑菇。挂果树，这个就是挂果树了。这一个岛上好像只有几棵啊，你得珍惜它。拿到它的挂果树果实，可以用来种的。这个东西，先采几个。啊，不是，我记得不是挂果树，这叫什么甜菜，好像叫。反正挂果树还挺多的感觉。这里拿俩。没啥可扫的了，房间在哪儿啊？咱们去扫房间吧。什么时候天亮啊？哎，别！哇哇哇，吓死了！大哥，老哥，稳点，别浪，猥琐发言，这，啊，很难受，这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上去啊？只能往下走了，哎，这就可以直接上来了。我看一下，哎，这下面有个小村庄一样的东西，咱们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，先把这两个地方都看一下。另一个没看见，我这个岛好大呀！哇，白天就是爽，能跑起来，哇！我听到螃蟹的声音了，看吧，就那个小螃蟹。哎，房间，等会儿，我先干一下螃蟹。他好像几刀就死了，死了，被我砍死了。哎，没死。哎呀，咬我他！死了，扫一下洞穴蟹，他叫。来扫一下房间，然后咱们就可以直接解锁房间了，就可以在那个地方造房间。房间可比那走廊空间大得多了。还是有这个声音，哪儿呢？我只听到他的声音，并不知道他在哪儿，这就很难受，很恐怖了。停滞枪碎片。你在逗我吧？这什么鬼啊？这里面爬着呢！我不是扫过它了吗？很恶心啊！
我砍死你啊！我先不管。哎，这又解锁个啥呀？没告诉我呀！我去，我直接掉下来了。砍死了，一个电池。种植墙。为什么我黑他扫到千百遍啊？出去只能从通过这个梯子出去。室外农业通，你飘了吧，兄弟！不卡死你真的是，我刀废了，我刀没了，哎，真的很尴尬了，难受。哎，这个紫色蔬菜，这个东西，啊，甜瓜，甜瓜一共就几个，这得留着。紫色蔬菜。吃一下，还再拿，再吃一下，再拿，好。甜瓜，扔一个这个吧，挂果树的，再拿一个甜瓜的。甜瓜好像省到早上就，它这个是不可再生的，你必须得是把它弄成种植，让它繁衍下去，要不它就永远就没了。你要是不把它处理好吃，直接吃掉的话。你就得重新开存档了。还有什么我没有探索啊？该扫都扫了。这地方确实该扫都扫了。紫禁瓶，什么鬼？这个名字什么鬼？紫禁瓶。哇，这个山路是真的难走。哎，我居然不是从这下来的，这是个新的地方。花盆，又有个甜瓜，这是小的，外形小小的瓜。停止箱，好，难度解锁。还有什么呀？那个我们还刚才去过了吧？哇，这都懵了，我该往哪儿走啊？何去何从？这地方我搜过了，对面那个我好像刚从那下来，下面那个我就去过了。哎，别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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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怎么下面有水潭啊？我刚才新东西不会就是这个吧？不能，我看是个长条状的东西。哎，这个是不是？不是啊，这是我刚发现的那个。我这个搜过了，这真的搜过。哎，说好搜过了呢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背包一满，我还扔点东西，扔钛矿石，紫色人造物品，哇！哎，远古外星物品发紫色光，我先扔在地上扫一下。哎，不让扫，那就拿起来吧。哦，这个地方确实搜过了，为什么还落了这两个？哇，幸好我又回来了。钛矿石，捡一捡。
哎呀，吓死了，差点死掉。这地方是咱们刚来的地方，刚搜过的地方。别误会，我就是，看不着，我就是为了找这个电脑的，真的，我不是走错了。对面那个我是没上去过吧？下边这个刚上来。啊，这边好像没有东西。我在这个岛上像个路痴一样，好蠢啊！我记得对面这个我也来过呀，还是我记混了？我感觉这个速度好快啊，人这一会儿就过来了。哎，没来过，来过呀，这个也来过，对，这个就是那个一堆东西的这个。好的，那终于天亮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村庄啥的。我感觉应该是没了，这要是再下去，咱们下去去绕一圈，然后要是没了的话，咱们就离开这座小岛了。其实主角挺抗摔的。哎，这样游得快，这样走得快。好像真的没有了。咱们可以去这个水底下看一下，这水底有什么。哎，这水底下直接就是海岛下面了。好吧，那咱们直接从这离开这个岛了，并没有发现什么第二个村庄啥的，回家家。这里面应该能进。果然，这是那个用那个切割枪才能打开。这个电池应该早就充满了。看，然后。咱们做一个室内养殖盘，你们走吧。哼，怎么可能？哎，我球球呢？哎，这是什么 bug 啊？为什么球放上就没了？哎，这有点莫名其妙的惊慌了，我这是什么鬼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我球放上去就没了？哇，总是这个 bug， 我再也不做胜利球了，有个卵用子！这房间和房间怎么连起来啊？哦，这样，等我先把这做出来。在这儿你爱做多大做多大，哇！地基，哎，好的，哎，我为什么我对自己的海妖号还下手这么重呢？
哇，好大呀！我的家瞬间高大上了起来。我想想，其实这两个中间不用做走廊的吧？我试试。我感觉其实不用做走廊，做一个长走廊干嘛？它自己会有走廊连着的，可以。做走廊还浪费材料，前面整这么长其实没啥用。之后把这个走廊拆掉，把这个东西所有东西就转移到这两个房子里，或者是我之后会把那个两个房子搬到前面来。后面再说。那好吧，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先到这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关注主播不迷路，点击头像上高速，更多精彩，更多搞笑，更多有趣，更多欢乐。发条弹幕又不会缺了胳膊又少腿，天条评论抢个沙发，文明大家你我他呀。GTA 五方舟，还有疯狂的麦克斯，守望先锋独立游戏，应有尽有，精彩纷呈。生化危机辐射，再来一个 G mode， 机油连机换了无限，快来支持时光同盟。